前面的例子呢，我们已经学习了 promise 的一些基本用法和一些常见的概念。那下面呢，我们用 promise 去来改造一下上一节课我们所学的阿贾克斯操作，去请求 ABC 三个JSON文件，当时是不是一个回到深渊那样一个操作，对吧？我们看看如果用 promise 应该如何更优雅的去改造它呢？我们开始吧。首先啊，我们上节课是不是封装了一个阿贾克斯的方法，对吧？因为发送请求还是要用阿贾克斯嘛，所以说我们先找到上节课我们封装那样一个阿贾克斯的方法，然后呢我把它先复制到咱们这节课的 JS 文件里面去啊。OK， 复制到这儿。这个方法还是发送阿贾克斯请求的，然后传递 URL 和这样一个成功的回调函数，对吧？因为当前只有成功的时候才叫用 callback 嘛。那如果大家想一想，当前我想用 promise 这个方法去对于当前我这样一个异步操作，阿贾克斯是个异步操作，对吧？对于异步操作进行管理，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呢？大家想一想。其实大家呀，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把视频暂停，然后呢自己先尝试一下，然后回过头再看我这个视频，这样效果会更好，对吧？我们看啊，比如说我先写一种相对来讲比较笨拙的方式，就是最好理解一种方式，然后呢我们再来慢慢的改造它，大家不要着急啊。那我既然说我们现在想用 promise 去对于我这个阿贾克斯异步状态进行管理，那首先我是不是可以先拟一个 promise 对象，对吧？是最先想到的嘛，对吧？然后呢大家看啊，比如说它的参数是不是一个方法，然后呢里面有 resolve reject OK， 那这个里面我是不是要发送阿贾克斯请求啊？然后对于阿贾克斯请求，我是不是只要调用这个方法就行，传递参数是一个 URL， 大家看调用这个方法，然后呢我们传递参数是不是 static 下面的 a.json 这样一个文件，对吧？然后呢那它如果当前执行成功了怎么样？执行成功的话是不是进入到当前这样一个回调函数里面啊，对吧？就 callback 嘛，不是当前阿贾克斯对应的第二个参数嘛？我们看第二个参数是一个回调函数，然后呢我们传递一个参数。大家想一想啊，这时候比如说我们在这边输出这样一个 res， 我们先看一下结果啊，代码第98行是不是也能够读到 a， 然后我是 a， 这是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说请求完 a 以后，我是不是还希望去请求 b 点 json 这样一个文件，那这个应该怎么写呢？我是不是要在 a 这个请求完成以后再去请求 b？ 那我怎么能知道当前这个请求到底什么时候能完成呢？大家想一想，如果我这边去点 then， 表示的是不是当前这个请求完成才会进入到点 then 这对应这个回调函数，对吧？那既然我要进入到点 then， 那我这边怎么办？我是不是应该调用一下 resolve 啊？然后我们看，比如说在 then 里面我们输出比如说 a， 然后呢成功，我们看一下结果啊。大家看啊，是不是先读到 a， 然后呢代码102行输出 a 是成功的。那 a 是成功以后我们要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又要发送一个阿贾克斯请求，再请求 b.json 这样一个文件，而且应该是 a 成功之后才发送。所以说我是不是应该在这个 then 里面再去发送一个请求。注意它既然又是一个异步操作，那么我们是不是还应该用一个 new promise 把它包裹起来呀，对吧？这两个参数呢我直接复制过去了。我再强调一遍，现在我们是用比较笨的方式啊，大家先跟着我的思路先理解这个东西，以后我们再去把它呢进行一些优化和改造，我们先不要着急啊，一步一步来做。大家看啊，这里面是不是表示 A 成功，这时候 A 成功以后我是不是在请求 B 啊？所以说在这里面我是不是在发送 b.json 这样一个请求，对吧？当然我这个 b.json 请求完成以后，比如说呢我再输出 b 的结果，大家先看一下啊，保存 a 成功，然后呢是不是输出 b OK， 那这时候 b 成功以后我还想输出 c 呢，那应该怎么写？有同学说那一样啊， a b 成功以后是不是进入到它后面的，我们再看啊，它可以再去点 z。 其实这种我们叫做链式操作啊，而且一般情况下呢也都是这么写的，就是一个一个的点顿下去，就表示然后就这个意思啊。大家看，然后呢还是一样，我们在这里面回答数，那这个时候我们看看我们想输出 B 是成功的，发现结果，大家仔细看哦，有没有发现这个状态好像不太对？为什么不太对？首先输出 A 这个结果，然后完成以后是不是再输出 A 成功，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边先输出了 B 成功，然后才输出 B 所对应的内容，这是不对的。为什么会这样？
大家一听啊，因为当前这个是叫做链式操作，对吧？当我完成第一个义务操作以后，是不是第一个 promise 对应的是它后面这样一个 then 然后 a， 对吧？然后呢，我在这里面是不是又用一个 promise？ 这时候我是不是希望 b 发送请求？接下来这个 then 我是不是希望是对于当前这个 b 的 promise 进行的链式操作？大家注意啊，但是呢，在这个的里面，其实这里面并没有返回值，我没有写 return 吧，没有返回值，所以说如果没有返回值的时候，那么它后面链式操作 then 相当于就是对一个空的 promise 对象进行 then 这样一个操作，这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应该怎么办？如果我想执行这种链式操作，那么我们应该在当前这个方法里面把当前这个 promise 对象给它 return 过去。当我们 return 以后，那相当于是当前这段代码执行完成以后，它是不是返回了一个新的 promise 对象，就这个 promise 对象嘛，返回一个新的，然后对于这个新的 promise 对象再去加 then 的时候，这时候111行这段代码才是对于当前这个 promise 它的一个 then。 我们看过程，大家看是不是这样啊，这时候是不对了，我是 A 成功，我是 B 成功，对吧？然后比如说我在 B 成功的时候我还想发动 C 呢，大家看那是不是还是这段代码，然后呢把它复制过来再给 C 发送请求，对吧？然后这边返回一个 promise 对象，那我这边再去点 then， 这时候这个链式操作是不是对于当前这个 promise 对象的一个 then 呢，一个回调，对吧？然后呢我在这边比如说输出 C 成功，我们看看这时候结果是不是我们要的，大家看 A， 然后呢 A 成功，我是 B 成功，我是 C 成功，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想要的？这时候呢我们是用了相对来讲比较笨拙的一种方式啊，然后呢给大家讲讲如何把我们刚才那个例子的回调深渊改写成用 promise 这种写法去写的。大家发现这种好处是什么？我们之前在回调深渊里面，我们看一下那个代码，大家看对于我们代码来说它是不是层层嵌套，越来越复杂，对吧？但是呢如果改成我们这种方式的话，它是不是把之前那种越写越深那种方式改成像这种扁平化的方式了，整个代码呢会更加维护，并且我们能够更好的对于当前成功的时候要做什么，失败的时候要做什么，是不是有个更好的一个管理，这就是 promise 的好处。但是肯定有同学会说这代码比刚才还多呢，对吧？更麻烦。其实啊我刚才说过我们先用一个比较笨拙的方式给大家讲解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接下来呢我们对于这个代码进行一些改造，大家看怎么改造啊。大家没有发现其实我们每次这个 then 里面代码都是一样的，都是返回一个 promise 对象，在这里面都是发送一个 ajax 请求，是不是每一个都是一样的？无非区别是什么？是不是只是对应的 url 地址好像不太一样？那既然对于重复的代码我可不可以去封装成一个函数呢？比如这个方法名称我就叫 get promise， 我要获取个 promise， 然后呢它参数是一个 url， 在这个里面啊我每次当你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我就返回一个新的 promise 对象，当然这里面是不是还要写 resolve 和 reject， 这个一样的啊。然后呢我在这个里面再去发送 ajax 请求，然后呢第一个参数是 url， 第二个参数是不是一个回调函数，然后呢成功的时候我们把 resolve 放到这边，然后呢我们把读取完这个数据对应这个值啊也传递到这边，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参数是不是并没有传递任何的值，比如 resolve 的时候是不是都没传递值，对吧？这回我们把值也给它传递过去，这边应该是 res 啊，就用这个结果传递下来。 OK， 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写？第一个，首先我是不是应该获取一个 promise 对象啊，然后呢我在这里面是不是读取 static 下面的 a.json 这样一个文件，对吧？然后呢当读取成功以后是不是 then， 注意如果大家多的这个链式操作可以直接换行啊，这样结构更加清晰，大家看。然后呢我这边 res， 我们输出当前这个 res， 我们先看一下代码第130行是不是也输出这个结果，对吧？这是第一个。然后大家想想第一个完成以后我是不是要执行第二个，所以呢第二个是不是应该写在第一个成功之后，对吧？我们在这边获取一下 get 当前这个 promise， 它参数是不是 static下面的 b.json 这样一个文件，对吧？然后呢那这边呢如果写成链式操作的话是不是还需要再点 then？ 但是大家注意这个写法啊，仔细看，当前我
get promise， 它是不是返回一个 new promise？ 如果我直接这样写，是不是相当于是它 return 这个 promise？ 是不是相当于是我把这段代码复制到当前这个地方？那大家想一想，这边是不是还少一个 return， 对吧？这样看选清楚了吧？所以说我这块是不是还应该再写一个 return？ 这时候接下来133行它这个 then 是不是才是对于当前 b.json 它的一个回调啊？所以说呢，我在这边再输出一个 res， 大家看结果哦，是不是先输出我是 A， 又输出我是 B？OK，那在这个 B 成功以后，我是不是还要再去返回一个新的 promise 项，对吧？然后读取 static 下面的 c.json 这个文件，再去点字 res， 然后呢再输出这个 res， 格式化一下啊，保存，达成结果，是不是就是我是 A， 我是 B 和我是 C？这时候大家再看，你会发现这个代码会非常简洁，而且呢它的可读性很强。当我获取到第一个异步操作以后要做什么，是不是写在这个里面，对吧？然后呢，如果我们想再执行下面操作的话，那你就再获取个 promise 项，再去对 B 进行请求，接下来呢在这个 then 里面再对 C 进行请求。而且我们发现这时候这个 res 是不是都是我们通过 resolve 把它传递过来的，这个时候代码就完全没有回到深渊或者回到地狱那种写法嘛，整个代码都是变成这种扁平化的，特别的语义化。而且呢对于当前成功也好失败也好，这个状态呢更便于我们的管理。这其实就是 promise 对应的好处。